显然 Noble 小队昨晚的发现并非异常现象。星盟一直在秘密地部署大量军队，现在整个维埃瑞地区都受到攻击，包括轨道防御设施。根据寒冬告急行动，我们正与敌军全面接触。Noble 小队还发现星盟有数个非常精密可掩饰大军的遮罩，并且指出巨信因为星盟增援部队用的着陆点，目前还不确定来源为何。UNXC 司令部已将那个着陆点标为最优先处理的目标。引爆器的信号非常清楚。收到，正在取得锁定在标靶上的讯号，即将引爆。三、二。敌军攻击，站稳了。六号，听得到吗？你没事吧？我需要帮忙。马上来。西南方有两座敌军的防空炮。收到。六号，新目标是去毁掉那两座防空炮。送我到那里。六号，你应该能看到防空炮。264呼叫中国一号，一些防空炮正在用高速电浆弹攻击我们。也就是说，让格拉斯顿号发动攻击也是不可能的。罗伯六号，除非你能处理那些防空炮，要不所有空中单位都无法靠近。看看幽灵炮，龙龙号往这里来了。锁定新目标。我是你的路，小点路。
车吧。站附近的友军已经发现一个重要的目标，也就是精英狂战士。各位注意目标就好，一有机会就解决这个狂战士，但同时继续往螺旋塔前进。过来。